曼曼老师基本上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他是我的现代舞老师，然后也指导我的舞创课。那尤其在我大学毕业编舞的主修老师，其中一位教授就是曼曼老师。那尤其在我毕业之后，其实布兰克自己结果编舞团，然后后来自己也创了学友自己的舞团。然后有一年我开始做一个整体的新的大的创作的时候，好多年没跟老师联络，然后我很希望老师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作品，也就打个电话给老师。没想到老师就非常爽快的就答应来跟我们指导，然后马上看出自己在这次创作的好的地方、不好的地方可以怎么去改进。那对于学生来说，都毕业这么久，还是可以得到老师的关爱，然后非常的开心、很幸福。好，谢谢。